尽量往清净心这边靠拢，慢慢的远离迷惑颠倒，如无为者这一句是关键，要特别注意。密言图真呢，即是祝福他受用途。祝福有没有自受用途？没有，他不需要，他发生，发生是他的受用途。啊，发生没有相啊，一片光明。啊，大乘教里说的大光明藏就是发生，形容发生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妄是依他起的，他要什么有了，妄的边际都做不到。啊，妄依真起，所以他在哪里？他在妄中，妄中有真，真中有妄，互相不妨碍，真不妨碍妄，妄也不妨碍真。啊，为什么？真不可得，妄也不可得。真是觉悟的，妄是迷惑的。妄心没有智慧，真心有智慧。啊，真心有德能。妄心虽然没有智慧，也有德能，德能小，陷于六道轮回。啊，善的德，三善道。啊，恶的罪业，三恶道。他迷，他不觉，真苦啊！啊，那么密言图，大日如来密宗。啊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。他怎么建立的？与发心图上悲愿力建立的，大慈大悲人。给谁建立的？给菩萨建立的，给阿罗汉建立的。没有一个建立是为自己，都是为他了。啊，祝福他受用途。啊，建立十报庄严图是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虽然破了无明，虽然是大彻大悟，还有习气没断。那习气有没有方法断？没有方法。那有方法，你有起心动念了。他不起心动念，他哪来的方法？怎么断法？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经上举酒瓶做比喻。啊，酒瓶里头盛的是酒，把酒倒干净了，擦得干干净，确实没有酒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叫习气，那个没办法断。啊，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，放个半年，放个一年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十报图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菩萨，四十一位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的习气没断。啊，这个地方帮助他们断习气，他受用啊，啊不是自受用啊。这由这些菩萨来了，就要现这个图，让这些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。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所以此净土如法性土，就是十报土很像法性土，法性土没像，这个有像啊，但是它立故立无常故，它是这个无常就是生灭，它不生不灭。只能说它有影现啊，有这些菩萨在呢，需要这个地方修行呢，它就现啊，没有这些菩萨在，它就没有了，
它土也没有了，啊，它有隐现，它不是生灭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是确实有生有灭，啊，动物、有情众生，有生有生老病死，啊，花草树木。有生住异灭，啊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没有一样不是生灭法，叫无常啊。那么十报庄严土正常，它没有生灭，它永远不变。啊，人无量寿，花草树木也无量寿，山河大地。没有成住海空，啊，只有隐现，没有生灭，啊，隐现跟生灭不一样，所以说如无为心呐。又说今此密严藏，但于清净如来藏心。之所现，故非未成成成就的，啊，它是如来藏心所现，如来藏心真心的别名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如来是法身的，是自信的。自信就在这里头，啊，那个心就是真心，不是阿赖耶，藏在里头。啊，那妄心里面是什么？妄心里面所藏的是无明，无明就是愚痴，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是这么个性质。啊，妄心跟真心怎么搞清楚？妄心里面充满了烦恼。啊，烦恼的反面是德行。啊，初学的人，染净是混合在一起的。啊，尽量往近清净心这一边靠拢，慢慢的远离迷惑颠倒。这就对了。啊，具体用什么方法？八万四千法门都有这个功能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我们今天选择的用念佛的法门，这个方法很容易修，成就特别高。啊，我们能够把它做到。啊，但是先决的条件还是把大概状况要搞清楚，你才会相信。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。这个法门易行难信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